太平洋左岸的生活，依山傍海的风光旖旎是花莲的日常。绵长的自行车道与步道，每个晨昏总可见居民穿梭运动。公园绿地遍布，生意盎然，海风徐徐，景致令人心旷神怡。花莲县政府自县长徐祯蔚上任以来，积极打造花莲为一座宜居城市，其中以太平洋左岸宜居城市美轮绿网营造计划，重新规划城市的人行空间，充分落实以人为本的精神。这个美轮绿网这个计划，其实我们在提案的之初，它的这个计划的名称叫做太平洋左岸及美轮绿网计划，所以它其实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我们从193线，我们的这个七星潭旁边的这个四八高地开始，那沿着193线的沿线一直来到美轮地区。因为美轮呢，它算是一个花莲市区里面它的整个生活环境还有规划的算是相对比较好的区域，它包含一些政经的一些设施，还有文化相关的设施，那整个住宅区的规划、道路系统的规划都算是比较完善。那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在这个计划里面呢，我们把美轮地区很多主要的道路两侧的这个整个人行环境空间去做一个改善，那希望呢能够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改善计划，那一方面呢把人行空间友善，一方面呢透过一些植栽的配置，提升整个都市的景观。所以这是我们 提出这个计划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想法跟构想。那整个计划的推动，主要还是着眼在这个整个人行环境空间的改善以及这个城市景观的提升。那所以说在很多的设计上面呢，我们考虑到所有的人行道都要维持在这个安全的状态，那它的连续性我们也要注意到，就是说整个人行道的连结，不是只做一小段一小段，那整个在计划范围内的人行道尽量呢都能够做串联。在我们这个美轮绿网计划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设计上的一个亮点。那过去呢，我们在我刚刚讲我们台湾驾驶人的习惯，就是喜欢在转弯的时候直接切过去，那这样切过去转弯的情况下，其实对行人来讲是非常危险的。那所以呢，我们采用了这个人行在路口的人行道是扩大这个路缘的方式，那把行穿线退缩到这个路缘的后面，那车辆在这个转弯的时候，它一定要先闪过这个扩大式的路缘，然后才会到行穿线，所以行人来说相对是安全的。那让车辆呢，它不可以就直接用切的方式去做转弯，那它必须要好好的转弯，否则它就会撞到这个实体的这个扩大的路缘，那这个是让车辆到路口它强迫它减速。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我们长期人行道有一些空间都被占用，那我们也排除了这些占用的状况，把整个人行道的空间做出来。那有些学校周边，我们这次呢也特别跟了这个北滨国小、筑强国小，像海星国小啦、花莲女中、花莲高中，那这些学校呢透过跟他合作，将他的围墙做一些退缩，那像花中对面是这个停车棚，整个我们都把它清除掉，变为这个人行空间。那所以可以看出来，这整个人行空间的范围是增加很多。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退缩的围墙，我们也帮学校恢复了一些它特色式的这个围墙，那人行空间也做出来，那这样子呢，就可以这让整个民众的这个行的空间是变得很好。那学校呢也有一个比较具有特色式的围墙，这个是双赢的一个方式。好，那另外呢，我们有这个一些重要节点的改造，包含在这个汉品前面的这个分隔岛，它长期以来那个空间很大，可是里面都很杂乱，那我们将它整个去做一些整理。那另外呢，在门诺旁边的这个公园，我们也门诺医院旁边的公园，我们也帮它做了一个整体的环境的一个清理，让整个空间在视觉上看起来它是很清爽的。
那再来就是文化局的这个文化园区的周边，包含我们社福馆周边的人行环境，以及这个文化局的广场都做了一个改善。那文苑路跟文富路整个两边的两侧的人行道全部做了一个总清理。那这个相关的植栽呢，我们也做了一些整理。那整个空间上哦，又不会影响到这个路边的停车，那整个人行环境又空间上又变得很清爽、很友善。哦，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一次里面有一些节点上的改造。那另外在193线配合这个我们县府农业处整理这个四八高地哦，我们也把这个四八高地周边整个空间去做了一个整理。那另外整个到酒厂一直过去的整个沿线哦，我们都有这个新增的人行道，所以以后走在这一段海滨的这个193线上呢，它就有人行道可以走，让人行不会那么危险。那整个一直串联到这个七角这个月牙湾的这个公园，月牙湾它这边有一个景点，那这边我们也做了一些停车空间的改造。那所以说在周边相关的节点我们都有做了一些整理。那另外就是说在植栽的配置部分，我们在不同路段有配置不同的乔木，那有一些原生种的，像台湾栾树啊，或是这些其他的这个具有这个特色的。那另外在路口的部分呢，我们也做了矮的灌木或一些草花，那在各个不同的路段也有做不同的设计，所以这是我们在这整个设计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特色亮点。足见花莲县的公共工程品质以及县府团队的努力。徐县长表示，县政府持续投注人力和资源改善道路品质，于市区增设人行空间，逐步优化各类公共空间。从四八高地到北滨国小，整个路径我们踏查过，由完工后的整体视觉表现和便利性，我们看到了花莲完全的转变。相信每一个花莲人都在自己的领域上为地方贡献，让未来更好的事。